李玟的18巡回演唱会将会在5月开始。虽然这天在香港排舞，不过香港站的时间迟迟定不下来，因为红磡档期已经爆满了。Coco 为了这次演唱会练舞练的膝盖和脚都酸痛了。看你这么拼，说好的造人计划在巡演这年应该没戏啦。啊，对，其实对，暂时都没有在想这个啦。明年吧，maybe， 对，再看咯，有缘的话会发生啦。这次我的排舞老师都说，哇，你拼了，就是很多很多的舞蹈。那其实我是跟他说，我是希望把这个演唱会当成它是我唯一的一个这一次的演唱会。如果我只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会怎么去做？所以就把心里面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把它放在这个演唱会里面了。Coco 一向准备周全，相信嘉宾也安排好了吧？有啊，有嘉宾啊。那这位嘉宾呢？是个男的，也有可能是个女的。那么他这位嘉宾呢？哎，我要学洪老师，对对，就是要卖个关子吧，对对对，有可能是歌王，也有可能将会是歌王，也有可能会参加我是歌手，也有可能现在正在参加我是歌手。这提示挺大的，粉丝们自己猜咯。这次巡演暂时已经敲定会在7个地方举行，你跟老公这么恩爱，他一定全部都会去看吧？老公他会去一些了，对，当然我是希望他全部都可以跟，可是他也是，他说他在工作，他因为他有个 job， so 他会尽量，哪一些他可以去的话，他就会尽量去支持啊，对。女儿也是，因为他们现在都开始在大学跟另外在工作了，所以他们会看哪一场哪一些他们可以到的时候就会来看，那么妈妈会来，我妈妈会来，然后家人都会来。最重要就希望所有的一些歌迷朋友们，有一些可能跟了我都有20年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，因为这次会唱很多经典歌曲，对，很多一些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些歌曲都会唱到。经典是一定要重温的，会不会选些别人的歌来唱啊？其实现在其实这个演唱会除了唱到一些我自己的，也会唱到有一些 surprise 给大家，是大家会想不到我会唱的一些歌， so 是也会分享一些故事，就是为什么会唱这首歌，那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。5月深圳站开始后，大家就知道了。香港报道。